早安，见识南岛，带你看见台湾，认识南岛。南友好，大家好，我是谢泽清。那在今天的见识南岛呢，我们一样要透过这个知识体系的内涵以及这个知识架构来了解这南岛语族的前世以及它的今生。那台湾呢，这个岛屿非常的特别，有没有人知道它在世界地理上它是第几大的岛？有没有人知道？大家都不知道哈，它是第38大，也就是说地球上这么多的岛屿里面，我们是第38大。那在这样这么多的岛，众多岛屿之中呢，我们其实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大岛。那这个大岛上面呢，有许许多多的民族在这个地方驻留、生活、建构自己的文明，然后呢延续繁衍他们的后代。那当然呢，我们在透过的历史去研究这个南岛语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在先民在这个原住先民里面，他们并没有留下文字记录。那既然没有文字记录呢，是不是我们对于这个史前人类的生活，我们是就好像隔了一层雾，不了解他们是怎么样过日子，他们怎么样去面对季节的变换？那么他们在看到人的死别生离的时候，他们又会做出什么样子的应对？在过往的历史的这个论述里面呢，实际上这是属于文字的部分。但是如果我们要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无论是各个民族或者是南岛语族先祖们的生活，那考古就变得非常的重要。那许多人到博物馆里面去的时候，看到的是锅碗瓢盆，看到是一些石头，然后破掉的瓦片、陶片，从这些小小的东西里面，很多人没有办法意会，到底他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在今天的见识南岛，我们就要从考古研究里面带大家来认识南岛语族的过去。那考古遗迹到底要怎么说话呢？那第一位呢，是国内甚至是国际重量级的研究权威，他是国立成功大学考古学研究所的所长刘义昌所长。那另外一位呢，是台湾就是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的南科考古所的这个陈俊南老师。那透过这两位的观点，让我们去了解到底南岛语族在过去我们是怎么样生活，而当今的考古研究又会告诉我们什么。首先我们要以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刘义昌刘所长。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考古家，在台湾已经做了40年以上的考古工作，所以大概主持人刚刚谈的这些事情呢，是我一辈子心里面想的事情。所以我在想到说，我们住在台湾这个岛屿上，台湾原来的住民，就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是南岛系民族，或者是南岛语族的人，或者是南岛民族的人，那他所呈现的文化到底是什么？我自己用一条很简单的道路来谈，就是所谓的海洋不是阻隔，而是道路。因为海洋环绕着台湾的这些海域，是形成南岛民族一个非常重要的环境。那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的确是很有趣的。考古家呢，通常不是从文字里面去了解原住民的或者是史前时代人群的世界啊，所以我会谈说啊，这个字海洋不是阻隔，而是道路，这是南岛民族今天形成的一个关键字。那为什么我们要谈南岛民族的形成？那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我们住在台湾嘛，台湾就是两个大的文化体系跟人群所构成的国家，一个就是比较早在台湾的南岛民族，一个就是后来来台湾的汉人跟汉人所带来的文化。
所以整个南岛民族的族群跟文化在台湾已经有至少5000年以上的，或者是5000年左右的发展历史的话，那么这个族群的文化跟历史是非常多元的。所以南岛文化对于整体南岛族群的发展在台湾来讲是具有非常特殊的地位的。为什么？第一个，时间早；第二个，我自己认为南岛文化或南岛的人群变成具有南岛文化的人群是在台湾形成的，所以台湾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全世界那么大的南岛人群的分布范围里面，我们台湾具有特殊的地位跟意义的。那我们因为要了解这些文化跟特质，我们必须要去处理南岛民族的祖先是怎么来的。那当然要了解祖先怎么来的，除了文字的记载，祖先传说说好像比如说阿美族有某些人传说说我的祖先是从沙拉塞来的，沙拉塞可能是现在的绿岛，或者是可能是现在的兰屿，或者是可能我们完全不了解的南方一个长有椰子树的小岛。我们台湾原住民所属的南岛民族是怎么来的？时间点在哪里？空间在哪里？然后第二个问，台湾的南岛民族，我们台湾的南岛民族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是从现在中国的华南沿海一带来的，有人认为是从南边的菲律宾，南边的像明达纳尔那些大岛那一带来的，但是也有的学者认为他就是在台湾发展的，尤其是语言学者，他非常清楚地说台湾的南岛语是最古老最早的南岛语。所以呢，我们要了解，那好了，南岛民族的形成那么早，它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原住民朋友呢？怎么变来的？你看这张图像上面非常有意思的哈，我们看到这是排湾族的贵族家屋上面的横梁的雕刻，有蛇，有人脸，百步蛇跟人脸，那怎么来的？为什么会发展出台湾基本上唯一具有贵族的文化体系？那什么时候发展来的？哎，我们大部分都传说贵族身上挂的这个所有的琉璃珠串是祖先流传下来的。我的老师陈其禄先生，也就是这个图版的作者陈其禄先生，他认为大概是2000年前从东南亚来的。哎，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样子？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好好的从这个议题来谈起。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动作，我们大家现在先了解南岛讲南岛语的人的分布在哪里。非常清楚的，这张图上面显示讲南岛语的人呢，我们在西边的图呢，把那个马达加斯加岛呢拉到这张图上面来，让它跟我们靠近一点，要不然隔着一个印度洋有点远，对不对？那我们看到核心地带显然是在太平洋跟岛屿东南亚，台湾好像很孤立的被放在最北边，跟夏威夷差不多都在这个北回归线上面。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图，就讲南岛语的人他的分布的位置。好了，那用这个南岛语的观点来看现代语言学的讲法，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分类方法。台湾的原住民在哪里？在最上面，最上面的这个位置上，请大家看啊，其他的台湾以外的人在下面这个位置上。你说这个南岛语刚刚那么大，台湾那么小一个，那台湾的人却跟所有其他的人比起来，台湾太特别了吧。这就是语言学者一直觉得说台湾真的是语言学上面所谓的 homeland， 就是祖先的语言的起源地。那这个系谱的争议只是在于整个这个系谱分类的争议只是在于
台湾以外的这个马来波利尼西亚，马来波利尼西亚的这个区域，它是怎么样分类，怎么样，那这就跟台湾关系很特别了。台湾要比他们早一个阶段就讲南岛语，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哦。台湾要比其他的人更早一个阶段就讲南岛语，有南岛的文化。好了，那语言学的观念是这个样子。除了语言学以外，我们再看看下一章。那考古学也有利用考古学的研究得到的非常有趣的证据，像这张图就是2012年我的原来的同事在中央研究院的张振华教授，他提出来一个，我把他说他这个学说很像是一个巴掌一样。那核心区域呢，他画在珠江三角洲左右的一个这个核心区域，一个圆圆的圈子把它圈起来，然后向四周向外移动，其中有一个指头是伸到台湾来，另外一个指头是伸到菲律宾，一个到 Borneo， 然后另外一个到越南。可是也有其他的学者的说法不一样的，我们看到这一张。那这个是2013年一个台湾出生的洪小纯博士跟他的同伴 Cousin 一起做的一张图，非常清楚的写到核心区是从台湾往外一直出去的，这就跟刚刚的看法很不一样了。那我们看下一张，哎，这个是伊丽莎白这位学者谈的，他就直接指画从台湾出去。我们看这张图非常清楚的啊，一条动线从台湾往菲律宾走，然后下到波罗洲，然后一直就往 西边岔，一直往东边岔，然后一路到太平洋，到最后到 East Island， 就是复活节岛。然后他还画了一个问号，说会不会从复活节岛就跑到智利去？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然后当然呢，从这个岔开的位置点上面往北到夏威夷，然后最晚最晚才到我们现在很熟悉的朋友，就是纽西兰的毛利人。他们去纽西兰才800年，这个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大故事。这个是从文化、从基因都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当然，我没有放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学者的说法啊，比如说从构树传播的观点，这个台湾的原住民也喜欢做的树皮布的材料，构树传播的观点也看得出来跟这张图差不多的样子。好了，那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真的是台湾给了一个世界好大的礼物，也就是台湾的南岛祖先呢，把文化一路传播到刚刚讲的那么大的地区去。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播的点呢，是在图上的这个区域。我们看到这个区域呢，在考古学上叫做拉皮塔文化圈。这个拉皮塔文化的分布地区，它出来的这些典型的陶器，学者呢都一再的说明这些典型的陶器，这说明它跟台湾之间非常密切的关联。这就有趣了，那这个年代是多少？3000。所以我们就要回过头来看了，到了10000年以内，现在来临了，海峡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在亚洲东南部的沿海地带有3个不同的史前文化，跨湖桥文化、富国敦文化、和平文化。台湾是跟这个金门富国敦遗址所代表的富国敦文化有密切的关联。那到了6000年前的演化，我们看到各个地方演化成为具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群体，那在台湾就叫做大家熟悉的大笨坑文化。这个大笨坑文化是台湾最早有陶器、有农业的文化。这个文化呢，应该是我们追溯整个南岛史前文化来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它在6000年前的时候在台湾出现，可是它还不太具有南岛文化的特征。
到了5000年前左右的时候，它开始出现了非常复杂的文化体系。譬如说，陶器上面的花纹非常的多，而且开始有稻米跟小米进来台湾。那这些稻米跟小米进来台湾究竟是怎么进来的？当然学者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研究，但是大体上知道跟亚洲大陆有非常密切的关联。我们可以讲，在这个阶段，农业文化、谷类作物的耕作、陶器的运用、绳索跟船只的发现，代表了南岛文化完整的出现。所以我们可以说，距今5000年前左右的台湾的考古发现，清楚地说明南岛文化在台湾出现。这个阶段跟亚洲大陆东南沿海的浙江、福建、广东，甚至越南北部的文化都已经长得不一样，也就是各自有自己的文化发展体系了。好了，在台湾的这个文化发展体系呢，非常清楚地看到它逐渐演化到距今4500年前、4200年前左右，文化完全成型。到了4200年前左右，台湾开始变入一个新的文化体系，进入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后段，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期，我们看到台湾的史前文化完全发展成熟，成为南岛民族祖先的文化体系。这个时候它不止上山，也开始往海外去发展。那至少从台东顺着海流跟沿岸流以及季风向菲律宾吕宋岛北部发展去的情形非常非常的清楚。南岛民族的文化发展大概到4200年前左右就已经非常的成熟，也就是在台湾各地沿海各地的平原上面都可以看到南岛民族的文化，农业耕作、做绳索、做船只，然后沿着海岸地带到处分布，也开始往山上发展，大致上已经到了海拔接近2000公尺左右的高度，当然也开始沿着海岸呢，迁移到台湾以外的其他地方去。澎湖有，本岛以外接的澎湖有，吕宋岛北部也有，当然的绿岛、兰屿没有问题也都有。那这些人群呢，都是带着南岛的文化体系往外或往其他的不同的生态区域去适应的人群。这个人群带着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台湾玉器的制造。带着台湾玉器，精美的玉器制造的过程，我们在台湾发现了大量的做玉器的遗址，然后呢，在台湾的考古遗址里面看到非常多漂亮的玉器。最有趣的是在菲律宾也发现一模一样的玉器，而且成分分析的结果是从台湾出去的。换句话说，从台湾移民出去的南岛系民族怎样？南岛民族怎样？是带着象征祖先的器物出去的。我为什么敢这样讲呢？因为这些玉器原来都是祖先留下来的陪葬品，也就是是他最重要最重要的象征的物品，他带到菲律宾，带到东南亚各地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情形，顺着历史发展的过程，台东卑南文化、花莲花岗山文化为代表的台湾玉器使用大量的人群呢，出现了复杂的玉器文化。这些复杂的玉器文化不只有在台湾，一样到下一个东南亚地区去。我们看到
这张图像上面非常特殊的是玉环上面或者玉珏上面那个小动物。那些小动物呢，在台湾是3800年到2500年发现的，可是在菲律宾和越南是2500年以内发现的。你会觉得它应该从哪里去？当然是从时间比较早的地方往时间比较晚的地方去。这是我们看到非常漂亮的玉器制造，跟玉器制造所留下来的考古遗址都分布在花莲到台东之间的这个大区域。那我们看下一个阶段呢，台湾这些做玉器的这个聚落呢越来越大，我们看到所有留下来制造的东西是成套的出现。左边图上面左边的是花莲地区的玉器制造厂，右边是台东的卑南遗址的卑南文化城。这些东西呢，很清楚地看到台湾的玉器已经出现了一个复杂的制造体系，也就是像我们现在的生产、交换跟怎样消费。而这种生产、交换跟消费不只有在台湾，而是一路的怎样跑到东南亚地区去，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这样的事情呢，他到了东南亚地区去的时候呢，是把这些东西卖给东南亚的人，已经不是只有祖先带出去，而是做了交易体系，交换给东南亚的人。那他带什么东西回来呢？在这张图上的下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玻璃珠、玛瑙珠、黄金、青铜跟高温技术，炼铁、炼玻璃、炼黄金的高温技术也带回来到台湾，所以形成了对台湾怎样很大很大的影响。那他们的交通路径呢，在这张图上看得非常清楚。这是2007年台湾的学者和东南亚的学者一起做的一个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面非常重要的一篇文章。绿色的色块就是出土台湾玉的地方，左边的那些图呢，台湾玉的样子在台湾看不到，台湾玉做的东西只在东南亚出现。那台湾这个时候用什么呢？2400年到1600年前，好，我们看下面就是这些东西。这是花莲的花岗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出现了大量外来的陶器、外来的玻璃珠、外来的金属，逐渐进入台湾原住民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现在台湾原住民的社会，台湾族、鲁凯族、阿美族、泰雅族，甚至连在深山的布农族，都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玻璃珠、玛瑙珠作为装饰品。所以我常常开玩笑说，从2000年以内的台湾原住民的祖先留下来的这些漂亮的装饰品，祖先的传家宝，假如回到2000年前，原来是舶来品。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想法，但是也的确就是如此。我们看下面，这些东西在日月潭中间少族的祖林地拉鹿岛上面出土了玉器跟玻璃跟铁，一起出土，就在同一个坑里面一起出土。这是我做的考古发掘。我们看到这样的概念一路的演化下来，的确影响了台湾原住民的构成。可是很不幸的，这样的交通动线在10世纪左右，距离现在1000年左右开始，逐渐被台湾隔壁的现在福建浙江沿海的汉这个文化的人群呢，进入台湾的西海岸。所以开始出现了宋朝的瓷器、元朝的瓷器、
然后呢，当时过来的玻璃珠那样子不一样的，这是现在确认是中国制造。这些东西逐渐侵入台湾的平埔族群的社会，甚至也进到原住民族在山区的社会，改变了台湾原住民的整体文化体系。这个阶段我们把它叫做原始时代 Proto History。 我们看到当时在台湾在整个亚洲的地位是这样。好，这个原始时代的人群你可以看得到，最初的阶段是从东南亚来的东西，下一个阶段是从中国来的东西，两条动线把台湾夹住，所以才会出现中国的文献说台湾好像是比较落后，其实早期是比较进步的。我们再看这些台湾原住民的建筑房子结构像不像，这是我做的在汉本遗址做的考古发掘，你觉得它像不像台湾族的大房子啊？我们再看看原住民族现在留下来的这些东西，是不是的确从考古证据上告诉我们，2000多年以来就逐步进入影响了当代台湾原住民？所以我说这是台湾当代文化形成的关键时间点。我们看到明清之际的台湾，更清楚地影响了台湾原住民的现代。那我们觉得越现代台湾原住民似乎好像变得越模糊。好，我们看到当代台湾原住民留下来的物质文化体系原来是这样变来的，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些从数千年来的文化演变之后，我们当然就可以知道台湾原住民原来就住在台湾这块土地，在台湾这块土地演化发展成为南岛系民族的祖先文化，在向外拓展，这样的状态就说明了台湾原住民的整体形成过程。所以我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我们住在台湾的朋友们，你多了解台湾原住民，你就会更了解自己，这才是台湾多元文化的本意。谢谢大家。可是啥样就从那边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它的腹部就整个爆开了，爆开以后里面所有的肠啊内脏啊就化育成各种动物。我们身为原住民的该怎么办？难道就永远变成考古之下的原住民吗？感谢刘所长精彩的分享，让我们看到南岛文化的史前面貌。从这些大家没有看过或者不曾了解的史前的遗迹也好，文物也好，更深入的去探索了南岛文化的这个史前的生活的一个全景哦。那接下来要跟我们分享的这位老师呢，他本人在台湾在国立台湾史前文化博物馆担任副研究员。陈俊兰博士在年少的时候，他对自己的本籍、对自己的出身有很多的疑问跟想法。在求学的阶段，乃至于在进入研究所之后，他开始进行一连串的探索。身为撒奇莱尔族的他，到底是怎么样在漫长的追寻中逐渐得到自我认同？而在考古学的这条路上，如何从考古原住民来进入到原住民考古？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陈俊兰博士的说法。马伊马伊萨利嘎嘎马布隆马伊扎多今麦要公安考古乌娃娃努萨基扎亚考古，我是萨基拉亚的那很开心呢，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见个面。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呢，从考古原住民到原住民考古，主要是，在考古的研究上面，原住民是很多的地方都是属于他的研究课题。在我求学的过程当中呢，采集了非常多的原住民的民族志材料，
也有很多的口传。其实呢，原住民的口传有很多跟考古遗址有关的哈、哦，这显示出哈、哦，其实啊，这个老师应该要多收原住民的学生，因为呢，这个原住民很早就已经会观察考古遗址了哈、哦。这个比如说哈、哦，刚刚有介绍的卑南遗址，卑南遗址有一个月形石柱哈、哦，在这个卑南族的传说。这个地方是阿美族拉朗厄斯的这个氏族，不是卑南族的，是拉朗厄斯阿美族的，所以你讲卑南遗址好像就是卑南族的，其实不是。那它呢，这个月形石柱根据了考古学家的研究呢，大概距今在3500到2300左右的卑南文化。那这个柱子呢是当时留下来的，可是呢原住民怎么赋予他传说呢？好，卑南族的南王社呢曾经说过了，他就说因为他长期跟阿美族的狼厄斯去做争斗，所以呢他们有一次呢发现到了狼厄斯去偷摘了他们的甘蔗，所以呢他们觉得要给他予以惩罚。可是因为这两个社的势力都非常的庞大，势均力敌，这时候呢因为卑南族的这个祭司啊法力无穷，他就说到山上到天上去借用神力降下地震降下火灾，让这个拉朗厄斯这个地区呢遭受到地震遭受火灾，最后呢就留下了这些房舍的遗迹，这就是月形石柱的口传。这是卑南族的这个口传，那个阿美族我还没采集到，所以这个是属于卑南族的这个针对月形石柱的口传。那另外呢在花莲的瑞穗乡有个扫巴台地 Sabat， Sabat 就是平平的意思啦，阿美语平平的意思，它上面也有几根，其实原先是三根啦，老师说有三根，因为我只有看到两根，老师说有三根，那其实后来而且 这两个还是后来立起来的。那不管如何，这有两根，现在目前看到两根这样子的石柱，它呢也是跟卑南文化是同一个的。那么早在这个阿美族呢就 在这个地区的附近有一个叫嘎拉拉这个社加纳纳，他们呢说这个这个扫巴石柱是他们祖先盖房子的时候所遗留下来的。他们认为呢嘎拉拉呢认为说早期呢在盖房子的时候是必须要围起来要念祷词。结果有一年的时候呢有两个人呢念错祷词，结果呢就被风大风吹走。然后那个房子呢就盖不下去了，最后就留着两根。这就是嘎拉拉的这个神话传说。萨基拉亚其实对这个石柱呢也情有独钟。那在萨基拉的一个传说里面呢我们的传说呢是说我们的不动和萨样，这个是我们的祖先萨基拉亚的祖先。那他们呢这个不动呢不动呢他是入赘的，入赘给撒样的。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这个不动呢什么事都不做，叫他去耕田也不会，叫他去打猎也不会，他干嘛呢就整天宅在家里干嘛呢削木头，不知道在削什么。然后那个阿美族对嘎拉夫就是那个媳妇或是女婿如果很懒惰的话都很生气，就特别是岳母就是这个很生气，那曾经呢一度要把他搬离出去，可是呢怎么搬都搬不起来。后来呢最后呢不动做出了什么东西，做了一个大陀螺，然后他把这个大陀螺呢再往外面一丢，哎，这整片的土地啊就全部耕耘完毕了。接下来呢他就会发给族人呢一些种子，然后请大家把这个种子放在这个耕耘的土地上面，顿时就
生出了很多稻米、小米，还有瓜、这些来。然后他们就觉得，哦，原来他在削这个东西是要教我们农耕。结果有一段，后来过了一段时间的时候，这个不动就说，因为我是天上来的，我想要回去。那因为傻样呢，他刚好怀孕，他就说你在家里等我，我先回去。就傻样说不行，哦，我既然是你的太太，我也要跟着你去看看我的公公婆婆，所以就跟着他，就一路走到了现在的这个瑞穗啊，撒巴这个地方。那就开始呢，看到了有一个梯子往上天上。那个不动就说，等一下我们爬上去的时候，千万不要出声，好，如果一出声的话就崩下来。就傻样说好，就他们两个就搬。可是到最后一阶的时候，因为傻样怀孕，体力不济，就他就叹了一口气，顿时天崩地裂，这个梯子呢就整个毁下来。那么不动了已经上去了，可是傻样就从那边掉下来，掉下来的时候他的腹部就整个爆开来。爆开以后，里面所有的肠啊、内脏啊，就化育成各种动物，啊，这也就是现在，哦，在这个土地上面会有很多动物的由来，这是萨克拉亚的。所以说，萨克拉亚对于这个天体呢，就认为这是一个，跟天神有关的遗址，哦。那另外呢，还有呢，卢凯族，这个万山岩雕，应该大家都有听过，哦。这万山岩雕呢，卢凯族也有一个神话传说，他就说，卢凯族呢是跟布农族是有通婚的。那有一个卢凯族的男人呢娶了布农族的女人，然后回到家，那这布农族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贤惠，那而且还会帮忙煮食，煮食午餐，然后送到那个夫家他们工作的地点。可是呢，夫家觉得很奇怪，怎么吃这个布农族女人这个妻子这个煮的东西就是吃不饱，而且呢开始慢慢的消瘦。所以呢他就说这是不是有问题。所以呢这个公公呢就偷偷跑去看，一看原来他召集的蛇跑到他的那个锅子里面变成他的食物。那变成他的食物的时候，他才知道啊，原来你在煮食百步蛇。那百步蛇在卢凯族来讲，那是他们的神话神呢。你让我们吃神，当然我们会面黄肌瘦啊，所以呢，他把他赶走了。那布农族的这个太太就觉得说他很无辜嘛，可是没有办法，因为这个文化差异嘛。那么他走了，但他觉得他跟他的先生感情很好，他先生应该会去找他。所以他就停在没走几步，然后停在大石头上面，就在随手就在大石头上画东西，画画画，就先生还是没来，所以他就这样子，好依序依序就找了很多石头，都从这他先生还是没有找他，最后他就回到他的部落了。然后他画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岩雕上面的图案，好，这就是卢凯族的对万山岩雕的一个神话传说啊。那这些都是跟原住民神话传说有关的。那也许这些跟原住民跟当地的原住民不一定是直接相关联的一个遗迹遗物，那但是呢至少跟原住民的生活产生了息息相关的一个互动。在原住民的我在追求原住民的历史，在我特别追求我撒克拉亚的历史的时候，每次去找这个文献上面的史料不过就是400年，然后这个原住民呢，因为这个史料不是原住民写的，是外来民族写的。那写的原住民呢，通常都是配角。那么我们如果从文献上面去找原住民历史，就会碰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可以超过400年吗？可以，口传。可是口传这个变化太大了，每个人讲的都不太一样，而且是真是假。这个也很难说了。那么在老师的研究里面呢，将这个金石并用时代跟原住民已经有做一些比对了。但是呢因为限于人力，老师那个研究的人力关系，原住民有这么多人群，要能够全部做完需要很多的时间，需要很多的人力，所以能够做出来的目前呢比较能够明显的大概
不是把所有的原住民都统入进去里面了。好，那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呢，我们身为原住民的该怎么办？好，难道就永远变成考古之下的原住民吗？好，我们是不是可以对考古学有一些帮助，或是就投入到考古学里面？那投入到考古学里面，其实对自己的原住民来讲，它是一个把断裂接续起来，把你曾经不知道的这个口传，或是曾经想要了解原住民历史，但是又碍于文字上的限制，无法满足你自己，所以呢，可以借由考古这个学科，还有它的资料，好，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可以做一些接续。从考古原住民到原住民考古，其实对我来讲，我希望就是说，以前的考古，这个考古的研究呢，常常把原住民或者南岛民族当作是研究的课题。可是呢，如果我们加入进去的话，其实我们会有很多的，比如说语言上的认识，或是部落上的生活，可以加进去，可以让这个考古的资料还有考古的专业更能够深入。再来就是呢，让原住民成为台湾史的主角，也是要从这个可以从这个方面去试试看。对我来讲，这些考古遗址其实是祖先跨过时空所留下来的无声话语。你呢要怎么样去了解它，用心来体会，除了眼除了耳，还要用心来体会。好，那个谢谢大家聆听，古改。感谢陈俊南博士的分享，他让我想到了《小王子》里面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真正重要的东西是眼睛看不见的，必须用心去看。那考古遗址是祖先留下来跨时空的无声语言，必须要用心去倾听。那当我们刚才用心倾听了陈博士跟我们分享了各族的神话，然后呢从考古遗址里面去勾勒出来先民们的生活，相信大家已经对这个主题相当的有兴趣。接下来还有哪一些可以值得跟我们分享的呢？我们一起再来听听两位学者的说法。刚才听到刘所长跟陈博士两位的说法，其实刘所长也是博士，就两位博士的跟我们的分享之后呢，让我们更想要了解。今天我听所长讲南岛民族，所以老师可不可以用更简单、更快速的？我用快速这样子又太方便了，就是可以用这样什么样的语，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让我们更加的了解这两个到底在观念上或实际上的差别。这基本上啊，南岛语族就是讲南岛语的人，那南岛语族的分布范围就非常广大，最北边是台湾跟夏威夷，最南边是纽西兰，最东边是 Easter Island， 就是复活节岛的人，然后最西边就是印度洋上面在非洲东岸的马达加斯加这个大岛。这个范围里面绝大部分都是讲南岛语，但是也有小部分不是的。那这样的人就是南岛语族的人。可是南岛民族呢，它的定义就是具有南岛文化特征的人群。那这个样子呢，就是以台湾的原住民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他不但讲南岛语，也具有浓厚而且充分的南岛文化，另外身体体质上面的结构也是属于南岛人的体质上面的结构，就是在生物基因上面也是属于南岛的，这样的我们会把它称作南岛民族。那这些都从考古学上是可以看出来为什么他在早期的时候就有接触，所以我们就把这两个概念给分开了。是，所以呢，这样大家就更清楚南岛语族跟南岛民族之间这些细微的差异哦。那另外一个呢，要请教就是陈博士的，那闽南语有一句话
讲假话会多，假钱会少，就是你寄钱，你知道吗？就是请人家带钱去给别人的时候，钱会变少。可是你托人家讲一句话，带一句话，那个话会变多。那刚才陈博士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说如果要多收一点，就是原住民的年轻学生，他们从他们的口传的或从记忆里面的故事传说里面去了解先祖里面他们对这些遗址的看法。但是呢，为什么刚才一讲那个俗谚的用意，就是其实话随着一代一代一代，它会变，它会加工，它会变形。那其实对考古学者来讲，怎么样从这些变形、被加工的，甚至于面目全非的语言里面，去找到历史的真相？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哈，在做原住民研究的时候，一定要纳入到考古学这个专业。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讲的，口传哈。它会变形，而且每一个人所讲的都会不太一样。当然在神话学上面会有一个母题，会去分析它有个母题，但终究那个都是属于语言学或是属于文学上面的。可是如果你要进入到历史这个研究的话，考古的遗址和考古的资料出土的遗物，它是客观的，它不是像他民族文字这样这么可能带有一些个人的情感或者主观意识去书写，它就是客观的。而这些东西呢，就是跟你原住民有关的哈。所以呢，如果我们先进入到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去了解考古的这些资料，好考古的这些遗址遗物，那再结合我们的民族学的调查资料那这民族学包含了口传。那也包含了可能是一些历史的文献资料或者是你做的一些口访那交互去印证。是，所以呢，今天听完两位老师跟我们分享，有没有觉得对考古学有兴趣？有哈，所以不管是这个台湾的这个国立台湾史前博物馆，对不对？现在陈博士在南科的考古馆，或者是如果有机会呢来参加这个刘博士刘所长的这个的讲座，相信你们一定会对我们台湾的这个史前文化有更深的了解。那今天非常感谢两位老师来到现场跟我们的分享，现在时间太短了，下次有更长的时间我们可以再来好好的讨论。谢谢你，谢谢，也谢谢现场的朋友。那扰乱见识台湾，下次呢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观点来看到看见台湾，来见识南岛。谢谢大家，谢谢。民族的发源地呢，最有可能就在台湾。